通货报辖内光一路华尔街口有名男子受伤倒卧在地，经救护人员到场急救并送往医院，宣告不治。警方调阅监视器，确认死者高男与范显林男两人因酒后发生口角，双方徒手发生扭打，林显将高男推倒在地，高男倒地不起，现场目击者到所协助厘清，警方已将范显逮捕，依伤害致死罪移送基隆地检。